抢劫！抢劫！抢劫！在加州，几乎每天都可以看到有关通道抢劫的社区新闻。到底有没有什么好方法可以降低自己成为歹徒目标的几率呢？一起来听听 Kenny 怎么说。今天请到我们的好朋友 Temple City 的刘警官，应该是叫警长吧？队长，队长，队长，都会到我们的节目里面来跟大家谈一谈，我们一般老百姓的感觉，跟今天所谓的 DA，就是检察官办公室所公告出来的数字的一些感觉，好像不太一样耶。我们华人社区都觉得说，最近社区里面好像偷啊、抢啊、不安全的感觉、打破玻璃啊这种东西常常发生。可是呢，对我们的洛杉矶检察长办公室竟然说，哇，我们的这个治安改善的非常的好。原因很简单，因为呢，他950块钱以下都不算犯罪嘛。他如果不算犯罪，那很多东西到不了他们检察官办公室的手上，那就不叫犯罪。可是对我们来讲，哎，今天不要说950啊，今天95块，我掉了100块钱，真的说句实在话，你是人，我是人，我相信我们的检察长也是人，对不对？今天从他口袋里面拿个100块钱掉到地上，让风一吹，你看他会不会去追？他一定会去把它追回来，对不对？好了，那如果说是100块他会去追，那900块他追不追？他更是要拼命的追了。好，那可是他说，哎，950块钱以下，那这个东西如果不在 paper 上面，治安就好了，治安就好了。那今天我们的警官在旁边，尤其是我们的洛杉矶的警察局局长 Alice 先生，曾经跟我们在演讲的时候讲过，警察很认真的去抓小偷，去处理这些事情，竟然在一个短短时间里面，有10000多个案件，竟然检察官办公室没有受理。然后这个是我们讲，检察官办公室认为治安大幅的改善，而我们老百姓的感觉是不是一样的？是不是可以警官跟我们讲讲说，哎，你们在第一线在执法的时候碰到的问题？因为我们的很多老百姓不了解，都觉得说，哎，警察怎么那么不认真？有啊，我的最深的感受就是，当然天普市警察局的警察呢，我们的这个逮捕的人数呢是全东区是最高的。对，我们工作是非常的认真，但是呢，也就是像刚才Kenny讲的，我们抓了100人，要放90个人，但是90个人都是好人吗？不是。你说起来，按照我们现在的检察长的这个 standard 来讲呢，他们不够被关起来的这个限额。因为他没有偷到那么多的这个钱数，但是行为是一样的。就像我们刚前两天抓的，就是因为追捕，像这些 Walmart 啊、Target 啊，像这些大的商场里面，他们经常会收，就是有这些，因为那些现在已经到年轻人，比如说 Juvie 就是未成年人，他们看到了这个商机，觉得哦，我只拿500块就好了，绝对今天晚上还可以回家。就冒险的话呢，还可以拿到东西回家。如果被抓的话呢，我也可以回家，只是东西被没收而已。所以这种更多的铤而走险的人是一个 encouragement to commit the crime。所以我们没办法，如果是像这种原来你到商场里如果有这种偷盗的意识，你进入的话，我们可以按照重罪来抓你。现在这一项已经没有了，现在只能做 shoplifting。Shoplifting 呢，就是一个轻偷窃罪，你就拿一张 ticket， 就像你闯红灯一样，也是一个 ticket。但是我们警察付出的工作是一样的。您如果跑了，比如说像我们这个前两天收到这个 Walmart， 他说这个人偷到了大概是1000多块，然后有车牌号，然后有逃跑的路线。对。那我们没办法，作为我们的这个执法的准则来讲，这个是可以追捕的。我们花这么大的人力和物力和这个警察的这个生命危险去追捕这一个偷盗的罪犯，如果他偷盗的就像您讲的不够950块，我们还是需要放人的，所以这个是无用功或者是浪费这个财力和资力，给我们造成非常大的这个资源的浪费，而且是一个困扰。对，跟大家的居民呢是也是一样的，就是在这种鼓励犯罪的这种环境下呢，谁都愿意铤而走险试一下。问一个问题啊，这个就是一个故事，但是这个故事真假我现在不敢讲，但是这个是说有一个警察在个休班呢，正好碰到他家的邻居被别人抢包包，但他奋勇的去把这个抢匪给逮捕了。
那当然了，他逮捕了以后，那当然就会把包包都追回来了。嗯，那他就把这个疑犯制服了，等到政治的警车来处理。那政治的警车到了以后，根本就是他同事，因为他们在同一警察局。嗯，结果那个警察就问他说：“哎，那这个人的包包都拿回来了，他有没有现在有没有什么损失？包包抢拿回来了吗？没，现在没有损失啊。他没有损失，你把这个人压在这方干嘛？他没有成功啊。”我现在把他带回去了，我是不是我写了一大堆报告什么东西，然后他因为是等于是抢劫的这个金额是零，所以我等一下就把他放掉，那你是不是找我麻烦，是不是在那边就放了就算了，我不知道这个是一个故事还是这有可能这样子发生呢？不可能不可能。嗯 OK， 这个行为已经发生了，这个不管他有没有追回来，这个行为已经 complete， 这个罪已经成立了，已经成立了。Okay， 这个是抢劫罪。如果是一个手机的话，注意了，对，不是包包，包包是你玩在手上的，他通过暴力把你拿出来，这是属于抢劫。对，如果是电话的话，你在手里捧着在打游戏，没有注意，他把你的这个手机从你手上拿走了，这个是 phone snatch， 属于轻罪。Okay， 所以说这个就原来的话同样的都是抢劫罪，现在因为法律的原因呢分得非常细，所以他抢你的手机，其实对很多人来讲手机比他的包包还重要，因为你所有重要的东西都在手机里，对，反而是轻罪。那你如果是抢你的包包，里面一分钱也没有，对不对？但是是一个 use force 的过程，就是你的是一个用暴力的过程，那这样的话就是抢劫。抢劫它不管有没有成功，我们法律上有一条叫做 attempt robbery， 这个是也是成立的，也是重罪。对，所以那个故事如果有发生过的话就是过失。那另外呢，就是也是最近在社区里面常常听到，那我也相信，我不知道这个我的所告诉我们客人的方法是对还是错，也就是偷窃的状况是越来越严重。那偷窃的这种状况的话，那有些人是按你家的大门的电铃，不管他是假装是电力公司、水公司或者是什么维修人员，他用任何的方法来按电铃，然后呢希望知道这屋子有没有人。但如果说你觉得说啊，我今天老先生老太太我英文不好，那就根本不理他，这个可能推销员根本不理他。那这种情况之下，如果他真是个抢匪的话，他认为房子里面没有人，他很可能就绕到你的后院去破你的玻璃进来，反而是更危险的。所以是不是应该是要告诉我们的所有的观众，如果说你今天有人来按你家电铃，你就不 comfortable， 你不愿意开门，可是你要让他知道说家里有人，是不是这样子是比较，反而是比较安全的？是这样子的。而且就像您刚才提到一点，就是说砸玻璃啊这个事情，我们很多加州的建筑呢，就是厨房，对，基本上都是 slide， 而且厨房的这个窗户基本上都是 slide， 对，这个基本上就是很多入室偷窃的这个入门的这个入口。入口所以如果您的家里边正好是这种这个设置的话，请您把这个窗户换成就是有不是这样拉门的，这样非常的简单，这样所有的人都可以翻，从这个厨房一般都是后门嘛，对，从后门翻过来直接一推，就是很多就是很简单，把你这个推拉的这个门卸下来就可以，所以这个是需要注意。再一个就是说您刚才讲的这个门铃，我觉得狗会比较好，狗是会，这个是 number one deterrence， 就是它听到狗的叫声第一个见识它就是我再换下一家，比门铃或者是现在有很多高级的这种 surveillance camera， 这个也是很好的。所以说这个你跟讲的跟我上次有机会跟 LAPD 的一个警官聊天的时候，他讲什么东西都假的，家里养条狗，对 ，OK， 哪怕你家门口放个 sign 说你家里有大狗，对，那哪怕是今天真的叫在家里叫的狗，像我这教的狗才8磅 ，OK， 只要他听到狗的声音，他可能就飞出去了。大狗比较好，避免这种，就是这都是开玩笑了，像 Husky 和 Lab。是属于比较好的精神的这个陪伴的，但是他们对看家完全没有这个，所以这个劫匪也是知道的。如果有 Husky 的话，我根本不用对付他，我开门就拍拍他就好了。Okay， Lab 也是一样的。Okay， 所以养狗也是要注意，要养一些就是叫声能够震慑人 的。对啊，像我就是狼狗，我家里有狼狗，我们局长家里也是一个大的 Bulldog， 对吧？所以这些狗就是。你看到他送信的从这边过，就 UPS， 他都会发出非常的就是 defensive 的叫声，所以这个还是
number one 有用的。嗯，所以说把自己家里面的安全设备准备好，对家里面对我们自身安全来讲是最大的 protection。 不要忘了，你们每一位如果是 home owner 的话都要买保险，你的保险经纪一定都比你更有经验，在这个 home security 方面，你可以邀请你的保险经纪去帮你做一个这个 review， 然后可以做一些建议，然后这样子的话，我相信既然你已经付了保险费，你为什么不用他的服务？所以尽快的跟你保险经纪联络，他不去服务你，找我。